哎，今年有机会中马票嘞，今年。我买了很多年哦，都没有中过。今年终于在正月15中了一个比赛，我中两个，连续中两个比赛。今年对吗？过年的时候，我一看呢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这赌业有彪没有大一点的？看这样就没有了，只是今年只中这个小小。你不要急，你不要急啊！我跟你讲几月，这个可以中大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中很大很大，在这个月的时候很容易中大。